乱，讲错了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它的楼梯很可怕，都是很直线，我都觉得我怎么有时候一个偏头，转头过去就觉得天哪，好像就要掉下去。嗯。哦，这一台吗？旁边先滑去旁边。坐这一台。看呐、啊，好风好大哦，很凉。你看它掉地上的声音都不一样，砰。都是敲的声音。有声音，这有多大？又没听到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跑了，你都不理我。嗯。隐约听到有声音。他还没摔死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只脚他还没摔死。这个怎么会贴着嘴巴？我说现在口罩。你怎样？你干嘛这样看？他什么东西掉了？之前的话，我背后的背包都会帮我包。冷啊！然后我一往后，我也来退休。哦，没有用，好冷哦。然后我一往后靠就。本来想说，才滑第一天，不要这种不中用。一出来嘛，一出来就觉得我要回去。哎呦喂，好冷，太冷了啦！风啊，风真的太夸张了。然后郑凯说，你好像也说过一样的话。嗯。说他的。缆车都是有经过设计，所以它是不太会晃的，是不是？算防风的。
但是嘛、啊，但是是人会冷，然后缆车没事这样。受不了，啊、哦，快冷死了。你挤过来啊！有用吗？你有用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很冷。而且我现在在看我眼镜是不是雾掉了？我觉得很难雾哎、欸嗯。就是这里，真的，我只有穿鞋的时候最冒汗最热，接下来就一路冷。好冷哦！因为我明明背包里面有其他手套，还有一个。啊，我知道问题在哪。之前我的背包啊，有帽子跟面罩，跟拖鞋，跟防雾，然后很多东西，然后我的背后都觉得有点碰，有东西隔着也暖暖。然后现在面罩戴在脸上，好冷。然后我回家了，帽子好像在口袋里，泡温泉了，我冷死了，我温泉要五点才有，就回去继续吃喝我的咖啡，吃零食，因为每天都要有进度啊，每天要吃很多零食，不然怎么回家？整箱带回家，我要吃完才要回家。好冷哦，受不了。那个喜年来就当早餐加菜了。干嘛、啊？我是想说喜年来下午吃太浪费了，可以当早餐的东西。应该就是麦片、蛋，先吃蛋，然后麦片，然后喜年来。好冷哦。这样压着我是觉得右手臂很暖。刚这边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滑下来还好，只是它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咚，整个这样掉下去了。没有啊，我完全没碰到。我有。那你速度可能太快了，我很慢，我比你慢很多。我几乎是之字形滑降这样。你又在紧张哦。我都很谨慎啊，你看。我冷，滑你。是要换走右边 是？右边。你要去大坪是不是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要去大坪？你的过一次一号再去大坪呢、啊？哦，你不讲话讲清楚好不好？
根本不知道滑到哪里去啊。如果刚刚要走大坪的话，就要一直推推推推推，半天。再挤在一起，再挤在一起，好难哦！我刚刚滑，额头好痛哦，然后上面是合不起来的，我们的雪镜那边是合不起来的。我也是。对啊。是要用帽子来挡啊。对啊。对，里面那个帽子。我有把它往上推，因为之前它是起雾的源头，现在顶不住。我觉得你这个，你今天的镜头感觉都在拍地上。你说他太朝下了吗？怪怪 怪的。没有到最后吗？嗯，对。好了，还可以了，拍地上都拍地上，因为天上也没什么。太冷，太冷。太冷了。你大概可以这样用这个GoPro剪一小段，我要弄给张登凯看说，说你看这样是怎么滑，快冷死了，也看不到路，是在滑什么？你看有那么雾的。啊，这天。对啊，我你知道吗？这边的话，雪道就是 N 条朝下，四条，它雪场地图的话，四条都朝下就是三五栏。嗯。然后我既然知道这里有这台缆车，我就尽量往这边推啊。对啊。有啦，它真的雪很粉，是真的。很什么？就是被人滑过的那个痕迹啊，因为风太大了，再吹个两三下之后。又是一阵，又是粉雪，好像没人滑过一样。但是要穿很防风的才有办法滑。刚刚真的感觉很粉。嗯，都很软啊。对啊，超软。软软的，但是太冷了。嗯，会加的啦，会加的。可以哦。趁着天是亮的时候就回去旅馆。你还说不会下雪？不是啊，之前预报是这样讲的、啊，说不准，然后超大，说不准，明天会下大雪，超大的雪，真的、哦？我这样讲，那你就看明天会怎样。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明天准备五件衣服出门就对了，就是蓝色的放背包。反正这里的风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很冷。你看啊，这个梯子旁边啊，风向朝这边吹，朝走吹。它吹多久就长多长。这里是夜滑区呢，那个棒棒是点灯棒、啊。这里算上字牌的上面吗？还是照亮他们回家的路？还想要晚上不付钱，然后硬要给他？没有，没这种事好吗？这下面这样好像风潮、哦。那只是网，你看雪降成这样。是请旅馆再带我们来洛普位吗？对啊，再来就再去。嗯哼哼。对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嗯。不是，我现在只在想说，嗯，
白天都已经这样靠腰冷了，晚上再上去还得了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这个你跟他讲就是这样啊。我是说上去，我今天白天上去，那个风大到我都觉得我快冻死了。我是说，我已经是白天哦，那、啊、晚上又更低级。其实你晚上也拍不到什么东西了。我是说 light up 这件事。对，就是 light up。所以不要上去好了。你觉得要上去吗？我自己就是没有啊。就想说机会难得啊。机会难得啊。右边，右边。右边。没有吗？没有、啊。有路吗？我在写草图文件了。然后这里有个方法可以切过去。好了，万一没得切，万一没得切也是再滑一次。我记得有、啊。有啊，有个车在那啊。哎呀，就是去那里。前面在往左滑这样。你先啊，我都不认路的。所以他们缆车都直接架两台耶，刚刚然后又一台又不开这样。那、啊、当然啊，又没什么人在坐，开两台干嘛？好，这种好好安静哦，哈，哇、哦，我觉得这种雪滑起来超安静的，静音型，也不会听到唰唰声。跑出来了，对，完全的红色哎、欸，你的鼻子很红，赶快把它照镜，超冷的，我就觉得超冷，还红色，再来就死白了，超冷。好了，走了。他们有一个奇怪的招式，哈？好像鸟一样的跑在跑，还好笑。
们现在走哪边？这个是盖子的，那个是盖子上去了。然后右边是上芝台，左边是大坪。我猜这边可以回彰化，所以我走这边。好，我目前都没有在认路哦。你就滑给我看呐、啊，都没滑给我看，然后跟我讲右边，右边哪里啊？你要干嘛？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走车道，那里比车道高。我靠！哦，卡到了。那里很低耶，我们回去车道，这一条是车道。所以现在你要我怎样？我要直滑。我们现在，我刚刚想说进来看看，结果突然发现不行，这里那么高嘞。好了，回到车道了。啊，这里。不然呢？就是要随时有办法刹车哦。他没有写说不可以滑车道，志贺高原有写。哪里啊？是下去吗？
好，有人回来了，哎，有没有人？没有，你知道曾经紧张你就下去，你咻咻就到了，你们。我是担心呐、啊，有车子要开上来了。现在去滑下去就对了，是吗？不要滑的话。去吗？爬过去。要爬过去。要开路。走啊！他走了，太高。难道有更好滑的路吗？对啊，他叫我们走就是走这吗？再滑下去就过不回不来。对啊，哎，很高哎、欸。没想到这里因为积雪太高了。我还把路开开好了。好硬哦、喔。好了，你就上来就对了啦。你踩好就好，你不要把它踩。哇。最后一天，这条路还有办法。某某、嗯，你好了吗？你不穿上，红棒棒以为有路可以。你不穿上啊、哦？其实还是没有。他有枪哎、欸，莫！我发现他有枪哎、欸。莫，我们雪板可以清干净了。啊，有分分了、哦。有。了不起！最后一天就靠他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喷，我要喷。前面还有刷毛呢。啊！电动车的充电器、啊。
就是它风没有很大，因为被刷瓦冻掉了，被刷瓦抵消了。背上要喝吗？背上要喝吗？我要不要喝吗？背上。要吧。我还没分好，我只想要到东华。好有用，哎、欸，你的我倒了，开始。水管都不用管了、啊，来，我先转过去。我背包到这。外套、帽子，穿下现在几点？3:39了。4:00。哦，3:39了。我们这里叫 ski in ski out 吗？